再次回到快乐英语幼儿园 ，Welcome！ 教培行业说听到双减政策这件事情都不准确，大家是早有猜测，就是那种像风雨欲来的状态。我们的销售工资只有零，就是无数个学生家长打电话说退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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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陆陆续续的那种小机构就挂掉了，一点一点在凉。陆续的出台政策，才发现这个行业是消失了。收购有点贵啊，这个就是稀有产品。俞敏洪都要去干农业了之类的，这个新闻大到所有人都会知道你闺女现在是不是失业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如果之前的职业经历都是跟教育有关的话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地象神奇遥控器表示正在发生的事儿。如若碰到辅元府双写末尾加 ，Got it？ 欢迎林夕、语言、雨桐、明一还有嘉文，准备好了吗 ？3, 2, 1, go！ 进教培的话就是4年嘛。现在呢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做转型，然后正在准备转型做一名带货主播。小朋友们都来了，真的吗？我刚下课跟悠悠老师。转型会一开呢，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，不管你转成什么样，我就是个老师。后来是发现直播带货也算是一个风口嘛，然后我们也要顺势而为。今天为什么这个直播间里的主题想要聊励志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以前的屏幕前活跃的老师啊，现在转型做一个农业直播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挺励志的。没错啊，感觉已经进入到了主播带货这样的一个赛道上啊。原来我们在帮学生，现在呢，我们希望能助农赋农，让更大的平台看到他们，励志是不是？这个也搞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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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差最后一项了，高铁回家。我现在其实离开教培行业，那到现在应该是一个半月的时间，可能2021年的6月份其实是刚刚升职，就是成为主管。在出现这个事情之后，我就知道，就是你之前的努力好像就白费了，就会觉得那还坚持什么。北京的那个环境会给人很大的压力，比如说留在北京，那我肯定会急于的去找工作，我房租3000块一个月，然后我吃饭得2000，就意味着我赔偿金可能几万块，可能我在北京就只能待几个月。然后我爸爸就说，要不要干脆就是回来。我今天在去海淀人民法院的路上，因为我是不接受调解的嘛，所以他上诉之后，我们等于就是需要再交换证据，由法庭来处理。你好，打印复印，打的稍微比较多。这个证据目录普通的打2份就行。就一般就说裁员离职，也叫被优化嘛。最早一批幸运的人是属于你裁员还拿着补偿金走的。那你其实没有亏，越往后才到第二批、第三批就没有钱了。银行交易流水、社保记录，过去5年都是在教培行业，我已经离开将近半年时间了。然后，如果按照劳动法，他可能要给我经济补偿金，将近6个月的工资这么多。然后你就走仲裁吧，仲裁用3个月到6个月出结果，然后一上诉再搞半年，你可能1年多、2年多都拿不到钱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么多人，你看去劳动委员会集合，呼吁怎么舆论造势。你知道现在群里有什么消息吗？这就已经开始发招聘的一些二维码了，甚至是相亲都出现了。很多人是因为维权成本高，心又累，我又不懂，那就算了。我现在是因为时间比较自由，不是全职，我压力会小一点。我提前1年开始一只脚踏出这个行业了，开始探索其他可能性了。拍一些短视频项目啊，直播项目，开始去做一个18线演员了。直播这个事儿对于教培来说完全不陌生，因为之前我们卖课卖书，经常开直播。在直播这个行业里，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很挣钱。
一二三，走。我刚开始做教育行业也是觉得，我起码跟卖这个化妆品或者说卖其他产品的人相比，我是应该略微要高尚一点吧。我们再做一件对教育有用的事情吧。对不起，再来一次。作为企业的角度呢，我是一定需要用各种方式来营销你，让你拿出钱买我的产品的。每次就是跟家长讲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两个原则，不要浪费家长的钱，不要耽误孩子的时间。救世主心态之前有点过重，觉得我对于很多的家庭和孩子很重要，一下子就好像之前所有的自以为的工作价值全都是泡沫。这个其实是我自己非常不推崇消费主义，你要说如果这些东西品质不好我硬推，我是没有脸去跟大家说这个事儿的。教育产品和教育是有本质区别的，教育行业一样是消费主义绑架你，逐渐会发现那个矛盾点了。可能我们就会感觉它营养更好，口感更好，你发现没，就同样比如说花生粒儿，小的花生会更香。嗯，你吃过吗？所以我就说我怎么说服我自己的，这个社会需要我干什么，尽快的去学去成长。人不都是这样吗，就是为五斗米先折一下腰也是可以的。这个训练营其实是它可能会成为我一个增加钱的副业。成交的关键在于两个字，叫也称作借力使力法则。不成交是吧，谁把门，我这一次其实来的话就只是想要不要继续做或者升、啊、一个人说一句安心好，再说一句安心不错，再说一句跟我干，再说一句一起来吧，谁别说了我买单。我当时投入了我身上所有的钱，3万块钱，还不止，还借了借呗呢。嗯，当时我就已经升为 B 级代理了。就是因为自己做微商很多年嘛，自己投了这个22.5万之后啊，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就是22.5万就回本了。然后用了两个，就是第二。我当时投入的本其实都没有回来。对。就我下面的最强的三支团队，全是我这么发展来的，所以你就没必要担心，我们也就投了5万块钱。我招了一个，第一个壁垒经销商，我的第一个壁垒经销商就这么来的，结果到现在。大概是在2019年2月份的时候，考研失败了，就揣着我爸给我的10000块钱，我就跑到北京去了。在最开始进入到这个教培行业的时候，像有抓住一根那种，就是也不知道是一根稻草还是一根小狗一把草的这种决定。训练营之前的想法呢，是去香港读研。真的有时候做不清楚好多决定，所以我就想读书不会错。我要赚钱把我的学费给赚回来。大家都以为是能跟于老师一块直播的呀，然后那天晚上 Jack 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，让我一定要好好准备那个培训，说转型大家就看我转的怎么样。说明新东方还是一个让大家比较有安全感的一家公司。对，就是本来这个时候就是明年我就可以躺一年，但现在挣的钱根本不够赔。那你赶快换一下好了。好的，换去哪里？换去哪里？就是这个行业换来换去就那样了。我一直都想看你离岸的出现，或者回家。我觉得我好乐观呢，因为我今年就是被双减，然后我爸又死了。这句话也是会被剪进去的。北京又有什么你放不下的东西吗？对呀、啊，猫啊，没有那些猫，我怎么跟我的学生兜售？当时就是靠这些猫，就是我的那个续费率，就是起码三个。你打开手机，你回家吧，导航回家。导航回家。
就我对这个生意的了解，可能就是也是那种初层次的了解嘛。然后我再做好决定之后，然后我再跟你们商量。你先冷静下来，在家里休息吧。你上次你不就是太盲目了吗？昨天跟我爸爸怼了一句话，我爸就说我们要去遇见一些事情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们就是个平凡人呢，我们能遇见啥呀？你看像这个教育行业倒塌的时候我遇见了吗？你看像那些大佬他们都没遇见，我能遇见吗？可能我看到了皮毛我就冲过去了。哎，新年快乐！哦，我来给您送奶好。讲那个教培受打击的时候，我就担心这个徐小喜，我能担心。这么大的人呐、啊，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啊。是啊。嗯。是镜子怎么发光？啊。是镜子在哪都发光啊。嗯。要不要兄弟？你还别说，你就是在北京，我们也会给你拉回来的，你爸妈也会给你拉回来的，迟早会拉回来。对，回长沙。哎，嗯，不错了。不是我这好的吧？好去啊！来，唱几个。我问唱了吗？他说。没得事，没事。行吧。嘿嘿嘿嘿。看别人在拍，大家就很关心。突然就想到，是不是我当时辞职的时候，其实我爸妈挺担心的。我觉得当时我怼的那句话其实没有道理。我之前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会无数去问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呀，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呀，你真的挣到钱了吗？就是我会无数次的去用外面的其他人的声音去帮自己做决定。那我就觉得，那你脑子长着干什么用的呢？就是你只会跑吗？就你不能想吗？这是什么花？就是当地特别多的一种小黄花，晒干了之后就是这样就可以染。这个行业线不是没了吗？对我来说恰好就是一个从头开始的阶段，我会知道就是择业比就业重要，所以我愿意花一点时间来选择行业。要多做快点的话，就是你家里特别奢侈。奢侈？对。什么样的人家呀？这是我的计划，其实就是会和我的一个朋友做一个非遗手工艺相关的工作室。你行，你的靠垫之王，其实是跟这个快节奏啊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非常非常慢，慢到就像喝茶那么慢。回去先做内容吧，到周五的时候我们俩再碰，整合一下。在北京的时候，工作中间我第一次主讲那种200人的培训。感动了无数的人，每个学校的总监就很肯定说，哇，你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培训师的样子。就是你一路走来真的有很多的获得。 OK， 给你一个，再给我挖一个。我们大人怎么还玩这个？你好像面前是一个悬崖，但其实悬崖的中间有一座透明的桥，可能刚刚踏上去第一步还是得小步慢走，谨慎励志。来整理一下，看咱们俩有几件事。手镯到了吗？那今天就一起给它包装。拍起来。那同样呢，我们吃着这个好吃的车厘子，在这里呢送给大家一首歌。不管遇到什么，我们只要我们是值得这一朵小红花的。 It's OK， It's OK。 好的，那今天因为我已经放下每天的工作，已经完全跟教育无关，已经转型了，而且觉得每一天时间过得又快又慢，昨天的事儿就跟去年一样遥远。要不要歇一会儿？还好。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呢，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去拼 GMV， 就销量。啊，我要想办法，只要我上播，我得卖更多的货才行。对。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不管我们2021如何，在这里呢，都祝愿在2022左行皆坦途。最后，送你一朵小红花。
起再来说最后一遍我们的开场白。各位宝贝 Hello everyone, Hello my sweethearts, my cupids, I'm gonna see you later, bye bye。我是这一期的导演和剪辑资毅，马上就要开学了，祝同学们早日完成寒假作业。如果喜欢建厂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